李易峰身穿蓝白校服出席活动，校草气质展露无遗。网友我有同款，每年的九月都是一场大型灾难片的开幕，全国中小大学生基本都在九月开学，这不仅意味着学生们要开始新一轮的学习，还意味着你要脱下心爱的私服，换上千篇一律的校服。校服这个梗经常被吐槽，很多学生都对自己的校服又爱又恨，爱是因为这是要陪伴自己几年青春的衣服，有着最美好的校园回忆，恨是因为它将自己的一切标新立异都抹杀在了摇篮之中。其实大部分高校的校服都是偏运动风的，但是材质都很一般，而且领口的设计也没有这么先进的，不过蓝白配色还是很熟悉的。既然有清丽脱俗的校服，也就有些实接地气的校服，尤其是蓝白配色，连花纹都相似的不得了，李易峰这一身可谓是很良心了。